远处的天空、尔湾城市，还有近处的绿地公园融为一体，这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。或许呢，只有亲临现场才能感受到这片景色的震撼。这个房子远不止这些，当走进房子，首先看到的就是豪华的大客厅，还有厨房，极具现代的风格和装修。同时呢，一扇大的玻璃推拉门通向后院。在后院呢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近处的绿地和公园，而在二楼和三楼的大阳台，不同的高度呈现出不同的远处的景观。在一楼进门的右手边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卧室，加上一个室内的小客厅，同时呢还有一个独立的卫浴。现在呢，咱们上到了二楼。二楼呢，它的楼梯全部都是这样玻璃的，而且呢上面是有这种挑空设计的，整个呢显得非常的大气敞亮。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现在呢咱们看一下它的主卧。你进了主卧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个主卧的面积是非常大的，而且还留出了一块小客厅的位置。同时呢，在左手边咱们会看到一个豪华配置的卫生间，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宽敞极具现代风格的衣橱。整个房子呢是4300尺，五房六个卫生间。在主卧的卫生间的这扇门呢，就是通向二楼的大阳台。在大阳台呢，我们会看到高度更高的一个景色，如果能亲临现场的话，这个景色还是非常震撼的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出了主卧，穿过这条走廊去看一下那边的次卧。首先呢，在右手边是一个非常高端配置的一个洗衣房，水盆各种橱柜都有。另外呢，在这边还有一个小客厅，三间卧室呢都是围绕这个小客厅建造的，而且呢每间卧室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，这个是其中一间卧室的。现在呢，咱们穿过了这个小客厅去看一下另外两间次卧。首先呢，右手边的这间次卧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，这个次卧的左手边呢也是有一整套卫浴的。这样的户型设计呢目前是非常受欢迎的。这个是它最后的一个卧室，也就是它第五间卧室，咱们来看一下。同样呢，也是配备了独立的这种卫浴，这样的设计真的非常棒。一楼的次卧有自己的客厅，二楼的次卧也有客厅，主卧呢还有大阳台，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。咱们呢现在上到了它的三楼，三楼就是一整层的这个大活动室，加上一个无敌景观的大阳台。到了这一层的景色就更漂亮了，如果你站在这里哈，真的能感觉到一种震撼，就像你站在一个高山上来俯瞰四周的这种感觉。而且呢，不光是这一侧，另外那一侧呢也可以看到很远。而且呢，这个采光还有大窗户非常的棒。目前呢是335万，你觉得这样的房子怎么样呢？更多的问题可以单独来问我，咱们下期见。